好，我们网络电视的观众朋友，来，我向支持到大家好。咱即马倒转来了，依然甲咱蔡学良的妈妈啊，这个啊蔡妈妈游水敏女士呢，共同过来探讨安尼。蔡妈妈吼，啊，咱知影讲啊，电视啊媒体吼，拢安尼一直甲你报啊。咱你头一个是毋是爱来先来感谢咱全国全世界所有的媒体安尼？哦，就感谢，这必须爱感谢。你甲看长期间，咱这个社会完全无要互我一个公平正义的时阵。好，甲再通透过着咱遮个吼，全国遮所有个媒体，因安尼不断个安尼时常难打，是一直要搞我一件代志，安到吼，我看会出来无？会当得到一个社会一个公道，吼，足感谢咱遮个媒体，吼。话阁讲倒转来，你头一个有感谢过这个法官啦，律师嘛爱感谢啦，吼。嗯，律师。啊，最主要就是讲遮个媒体。七当来不离不弃，好家在，拢是。一般来讲吼，这种的案件，军中也毋是哪一天不死人吼，都一天无死人，应该拢报一天两天安尼尔，加加未超过三天啦。但是蔡学良的代志呢，就是讲会当报七当七年吼，七年。报七年。就是乎你这个苦心的这个伟大的母亲感动到安尼啦。这嘛是因为媒体应该是也真正有看到讲。咱这个法治的国家的政府，你必须爱向一个社会，一个公道，所以咱的媒体嘛就有正义感，因才安尼斗用啊吼。所以这是因安尼，啊，足感谢恁遮媒体不离不弃，安尼无甲阮蔡先生即个插好了即件代志，许放袂记哩。啊，所以才爱感谢。是。啊，落来我敢那，我甲迄个张静文大法官讲一句话，吼，我就甲讲。因为我嘛真怨叹这点啦吼，这一定必须爱讲出来。是，啊，不过我嘛足感谢张静文法官，会当让我到法庭上有这怨叹出来，会话讲好出来。我讲，其实阮蔡先生这件案件来讲是一个足简单的一个案件，结果就是因为咱这个军检的这个有权吼，无要做嘛，不作为嘛，吼，伊是刻意不作为，才武甲今仔日劳师动众，你家看。社会人士大拢出来，包括法医啦，吼，包括专总专业的啦，律师啦，一顶过一顶，啊，搁枪击的专家的专业啦，吼，你家看一个过一个，一个搁过一个，安尼你家看。搁害你开几啊栋厝去安尼？嘿，啊，搞我这几年的拍拼啊，所赚来的厝吼，拢总化为乌有。啊，这是我感觉较。同你较无联盟的所在，你看安尼哦，咱即马所知影讲啊，这个判决大家报落拢知啊嘛。啊，你刷落你啊，你嘛是要阁继续这个刑事甲这个民事嘛是。这咱也来讲吼，阮金蔡先生这个案件呐，是以法律上来讲是已经赢面是60%。啊，不过呐是以迄种吼，那以讲通常军中的案件来讲吼。我这多一个出头尔，我昨去录节目吼，宜华时啊录节目吼，含咱这个张先生张有话嘛吼，先生甲我讲，伊今日甲我送一句话讲，15年呢，你即摆行7年呢，你还阁有8年爱行。哦，我听一个黑暗面，我唔过我即摆已经无出来好，然后袂安尼，要安怎办？这是，这是我吼，我足头疼的所在，因为。我嘛头嘛就，伊讲迄个张国庆加15档嘛吼，啊李子文加甲伊家己分我自焚嘛，为着要得一个社会公道嘛。伊要得到一个真相，得一个真相嘿。所以，我呢想法足简单嘞，我拢会当接受囡仔的无在世间，但是我无法度接受讲囡仔安怎死的真相拢总无。但是，一法治国家，你必须爱向社会交代一个公道才对的。不过，咱的法治国家竟然拢无做到，这什么国家？这要叫阮如何来信任咱这个国家？所以，这是阮足痛心的所在。啊，搁后壁要行的咯，啊，搁爱搁八档。来，以张国庆的案件来讲，我搁爱行八档嘛，真实搁爱行八档嘛。而且，咱遮的海南话。张国庆的案件，我来讲哦。张国庆迄落案件15档，到今还没有完结篇呢，还没有完结篇、啊。对啦。所以讲，你这就是讲啊，拄啊搁行行嘞，一砍了。又搁要第二坎，搁开始搁行安尼就对啦。我唔知影讲这个楼梯这个坎，讲爱行一坎，讲爱行7档。我这等于一个楼梯都行一坎尔，对啦吼。啊，所以讲蔡妈妈吼，你加油啦！啊，阮大家拢做你
精神的后盾啊，啊，你都爱保重吼，啊，互啊，搁咱早一日吼，互咱的台湾吼，人讲政治乃清明，啊，咱这个以受治理的这个国家，国家就会平和，啊，人民会当安居乐业，啊，你就较紧去趁钱，通纳税金，对，安尼，啊，互咱的台湾有一个变新就对啦，吼，啊，咱今仔足感谢你安尼再一遍安尼来吼，感谢你，予我再一机会过来，来甲咱的乡亲讲，咱海内外的乡亲讲，多谢，感谢，感谢。